真的没有什么，安娜已经决定接受路野了，她只是想要一个告别拥抱。告别青春，告别你，跟自己无疾而终的明恋说声再见，说得好，谁知道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还有你，你怎么那么随便，他说抱就抱啊，你以为你是商场那种玩偶啊？喂，苏暖夏，是你把我借给安娜的。我说借你就去啊，你怎么那么没有原则。暖夏，你到底要去哪？哎呀，你别跟我说话，我烦着呢。我要去超市买消毒水。笑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跟你冷战。你干嘛？冷战？想得倒美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就放手，放手，听到没有？